给点面子行不？不要。没有，我那个来了。哎，我开始录了哦，等下丢脸声音都会录上去哦。好。好啊。可以嗨一点吧，这应该无所谓。可是我们要讲笑话吗？还是什么？可以自然一点吧，哈。可以自然一点。就自然一点。等一下就开始发愁了。好了，其实现在我讲话他们听不到，只有。对 ，Dustin， 你就算不按按钮讲话，那个声音也会被录进去哦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都会私底下偷偷乱讲一些东西。靠！不要录，等人多一点再录了。来不及了，没有我这测试了。你可以试录了。那我这试录了，这是高比较高画质。为什么这三条？这什么号？哇，厘米都来了。那个是什么？哦，广对广，我想不起第一个字。广、哦、大新哦，哈，九大是挺不知道。啊？什么？美泰健忘了吧？健忘什么？我只记得什么大庆，然后第一个字我忘记了。不行，你们这些人我都不看新闻的。没有，我你们这些人怎么都不爱国啊？这个又跟爱国有关。没有，我只关心经济问题，好没有。好了，那请那个 Edison 等他做个简报吧，等咖喱进来。哎、欸，我进来了。简报，请大家先点选简报部分。简报情况的部分会告诉大家这个始末。那我们可以知道，广大新就是我们的一个广大新28号是个渔船嘛。那当天的这个，在这个北纬20度这个公共海域的区域进行捕鱼。可是呢，被这个菲律宾类似像海盗的人物把它干掉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去拯救我们的渔船。但是呢，因为台湾的政治薄弱，所以我们美国的老大哥，这个很坏的老大哥，可能是头脑呛掉了，所以就好吧。其实我老实说，宁愿就是过来支援我们这样子。不过我们派出了我们最精锐的部队，就是我们的海军陆战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任务的部分，就是我们要保护这个广大型28号，并带回这个主人翁洪石成先生。所以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救出洪石城，然后再来找到他们的补给的设施，把他们炸掉，然后再回到基地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。OK。OK。那我们先设定一下登陆的地点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的 HQ 要下一个登陆地点的指示，它应该会做一个地图的标识，不过希望它用正影频道，不然我们可能会看不到。我猜猜，搞不好是在这，不知道了。猜错，怎么那么远呢、啊？它一定是要让我们去玩那个摧毁敌人补给设施才会这样设的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就在这个0988856黑色箭头执行登陆。那先问一下 HQ，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是先进行摧毁补给设施吗？对。你看吧，被我猜中。那基本上，那个我们美军的那个两栖攻击舰会给予一些这个火力的支援，所以你们只要尽量就是。你们就是尽量要一定要登陆上岸这样子。OK， 我们开始吧。好。那你们的频道是32，然后大致无线电是50，就这样。OK。我看到可爱的广大型的渔船，然后旁边那个我猜是海盗船。嗯，好，这无线电。啊、
现在应该没办法调吧？哦，可以耶。先小只调32吧。好。那先做小只的测试哦。那这里是 Dustin 小 K 收少收到吗？哦耶。小 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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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收到。OK。我不在你们小队里。这里是2000攻击舰，听到请回答 Over。收到，这里是小艇指挥官 Dustin 哈。意思是我要移到驾驶的位置去开船吗？哦，不用，哦，不用，可能驾驶是咖喱啊。OK， 好。有点长。好，请问 HQ， 我们要开始行动了吗？可以行动，可以行动。OK。咖喱，你无线电也调32了吗？OK， 好，出发吧。出发吧。你们的 FAC， 等一下，你们的 FAC 是收少的吗？一样。收少的 radio check。OK， 稍等一下哦，先等一下，先不要出发。50啊，50。这地面空管。OK， got it， go go go。 夜色温存的感觉其实真的不错呢，还是有点晃。这个蛮好笑，引擎声太大声都听不尴尬。成员有没有人受伤的？小 K 受伤。OK， 小 K 先自行医护哈，然后其他人先掩护。小 K 医护好之后通知其他人。观察南侧，南侧有敌人会从南侧。
哎、欸，这个太低才能撑，没关系。医疗完成。OK， 搜查医疗自己哦。医疗完跟我讲一下。我先治疗。OK， 换我，其他人 cover。OK， 咖喱，麻烦你在这边 cover， 我们现在要过去清除那个敌人的武器东西了。知道。感谢你。OK， 等一下那个搜查打头阵后。往那个补给点走，然后我走第二位，小 K 走最后。看，抓住。好，搜查出发。咖喱 ETA 十秒。抓住。搜查可能无线电，我听不太到你讲话。两米，是否会打你 ？OK， 开火了。Nice shot， nice shot。Cover。小 K 不要直接跟在屁股后面，尽量靠左或靠右，可以增加开火的空间。我是敌方哨站，二、okay. 四五，我们敌方步兵。先标记，然后如果被攻击就反击。一招邮件，跟正，一招邮长剑在补给车。收到。搜查实际观察，小 K 跟我走。小 K 压低哦。趴下，趴下，趴下。那个，我发现敌人有往南边移动哦，小心被包围。有没有在念？哦，是哦。话说战场上会这样吗？哈哈。我有点站错位置，应该往这边来。这里面有掩护，而且交接战会比较危险哦。这附近本来好像也这么什么掩护啊，就是什么。看敌人在我正前方哦，在西北在跑，他跑回去基地。从南方往北移动。嗯，对，看看南方有没有那个小石头当掩体。可是我觉得很危险，他小石头太。